赛两颗一颗两颗，所以在以现在国豪没有办法在场上比赛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，其实特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哇，穆伦斯这里是客队啊，哇塞，这个爱心过去没有跟他另外一半，没有给他另外一半。先不要先不要，看来不喜欢本土的。今天的副总统赖清德要来。